行，谢谢，我要换衣服，带老头上早市买菜去。人在这儿呢，找人干啥？找人干啥？这人也，人丢了，跑了，人丢了，跑了。身边不离夫妻陪伴，像曾经的记得，我也为你勇敢。我得看我穿衣服，我看我穿衣服。谢谢，送我的免费人气票。阿龙，早上好。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，找找朋友，看啥事儿？走啊，现在去啊！啊？现在去？去完回来还得做饭呢？还是等一会儿啊？
他呀，站住了，站住了，站住了！你是买的裤子呀？是昨天我洗的裤子。不穿袜子进来。我、哦，你手机呢？拿手机，穿这个冷不冷热？啊？冷不冷热呀？热也没招是吧？热也没事儿是没招啊？没招是吧？这个拉这样吧。哎，你还要干啥？穿我来，我给你拿，你坐着等着，我取去。是吧？袜子我跟哪儿了？这屋里是个桌子上。什么？在哪儿呢？我记得我昨天在桌子上的袜子。我操！你这咋回事？你这。你怎么给自个儿穿上袜子了？对呀、啊，我这小袜子好像昨天我洗的这椅子上了，应该是。我咋回事？你说我咋回事吧？咋回事？我昨天不给你袜子都洗了吗？那我跟这个好像我跟这坐椅子了。哎，来，趁人，袜子我都不穿了，就这么去。袜子就不穿了，用不用背个包啊？哎呀，我拿钥匙了，脖子上戴着呢，来吧。走，下楼，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。上早市买菜去，大家大叔去看沿途的风景啊，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。我人家都穿短袖，你穿厚衣服，你就跟人家差一个季节，是不是？我们家大叔。